起来了，乖宝，你的乖不饱了，快饿死了都，给大家跳一个。Been a long time coming, but we here now. And we about to set the roof on fire, baby. Uh-oh, you better get yours, 'cause I'm getting mine.我真的服了，我就差给你们跪下了。哎，我的天哪！你说我跳柔的吧，你们说我胖，说我不好看；你说我跳专业的吧，你们又说哎呀这个胖子。然后关心的就是你的体重，然后呢，你咋不关心我是不是粗呢？我可是醉了，你们能不能用艺术的眼光来欣赏一个舞蹈？我醉了，你看主播跳的一头大汗，是不是头发都跳扎起来了？那是因为啥？空调开着都那个，都热了。哎，算了，不和你们逼逼了。你们不懂我，不怪你们。我就是胖一点嘛，又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来选吧，第一首蠢蠢欲动，第二首短发，第三首，对对对。
英文不认识。那看清楚了没有宝贝们，这个英文不认识，主播读到三连击啊。然后我开始捕捉跳那个视频呢，你们的小一小二小三扣起来嘞。 1 2 3 1，蠢蠢欲动啊。好的，满足你们一切要求。biu biu biu biu， 哎呀好累啊。给大家再跳一个蠢蠢欲动。你们知道蠢蠢欲动是谁唱的吗？一首特别特别特别老的歌，那个女的叫蔡依林。然后我的宝宝们，哥哥直播就通知啊，么么哒，爱你们。的什么白色的呀，眼神都不好了，你们说啊，好累啊。你说你们每天看那些大长腿小白腰大酥胸，对不对？偶尔看一看，就看一看跳爵士的小姑娘好不好。哎，不是不算小姑娘吧，也算个成年大老爷大老娘们了，是不是啊？累死了累死了，感谢感谢刚刚刷礼物的所有宝贝们，真的特别感谢你们，居然还有人能够欣赏我，谢谢啊 thank you。 祝你们给我刷礼物的人今年都发大财啊，好多肉，有福才肉嘛，肉肉的有旺夫相知道吗，瘦瘦的啪啪啪都各应人，你们真喜欢这样的吗？肚子上长肉很正常了，天天直播怎么可能说不长肉呢？
然后再给大家跳最后一个啊，休息一分钟吧。感谢卡布奇诺，是喜欢有肉的呀。哎呀，看来我来九九三来对了，还是有这么多人喜欢有肉肉的。啊，生了孩子哈，我是啊，你给我刷一组六六，我带你去看我生孩子的地方，好不好？宝宝们有那个左下角，不，右上角，到底是左还是右啊？我的天，左上角的那个手机关注一下，黄色小心点一点，然后那个五星五秀嗨翻天的那个预约点一点啊，还有就是。主要是喜欢我的宝贝们，电脑用户把你们的那个右下角的那个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感谢悠悠，感谢悠悠哥哥 ，Thank you。好的，你一会你既然给我刷了六六了，一会我带你去看生孩子的地方啊，么么哒。啊，感谢大哥们的礼物啊，开口气真的好厉害，这个空调开了等于没有开的那种感觉，你们看我这汗，脸上全是，咦，没有病床病床。好啦，再给大家跳一个吧。啊，跳个什么嘞？选一首比较暴力一点的，暴力一点的。啊，就这个吧。嗯，算了，跳个短发。完了，我这汗水一股一股的流。哦，是动摇。骄傲的宝贝们，直播室通知走一走啊，活到99，么么哒。You make me so blinded. Oh, make you hum to love. Won't you be my love? Oh. 내가 빠졌어 처음 너를 봤을 때도